为着要来创造更加和谐，并且有一个劳动关系，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对着民国100年就开始，持续辅导工会甲事业团体，会当来签订着团体协约，互劳工的权益甲福利会当受到更加完善的保护。而这几年的努力下来，在薪酬也有超过60%，成功为劳工带来更加友善的职场环境。台南市政府勞工局对民国100年开始，就积极来辅导工会啊，各事业单位会当共同来签订团体协约，帮助劳工创造更加优质的劳动关系。在这个努力之下，达成率嘛已经有超过了60%。老板大部分都报道伊讲啊，我都拢高都合于劳基法，我免签。但是因为你是高于劳基法的部分，能够把它这个企业责任把它呈现给外面的人共同分享。啊，大家讲讲，我这间公司是优惠劳基法的相关福利非常的好，安尼可能你抢人才，但能抢到。啊，另外部分岗位部分，我嘛讲你要更好，啊，更好的部分你就要把它所有优惠劳基法把它定型化、定型下来，较袂讲我一概告你对啊，但和老板在讨价还价，啊，就没有那个稳定性，能够稳定劳工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趋势，啊，也当讲把相关的。这条件拢用团体协议来把它促成，把它定型化下来，安尼大家较袂浪费时间。团体协议的内容会当包括了各项福利，啊，佮有奖金的部分，毛劳资关系的沟通等等，都当透过签订的过程来保护彼此的权益，进一步来达到双赢的局面。包括健康检查啦、福利金啦、还有包括你的年终奖金啦、生产奖金啦，都能够透过团体协议来谈。因为呢，有些劳基法是没有规范到的，劳基法上是规范最基本的。按照那闽南企业中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、在工作面、在整个一个工作环境里面，兼职不？包括我们健康检查的部分，它劳基法就规定你要健康检查。但是我发现刚刚兼职企业跟岗位签的讲，如果万一健康检查下来有红字，公司够会公告回去做追踪、做治疗，治疗嘛，让会公告哦。还有这样的一个劳基法规定，退休金前面是2个月，就职来讲后面是1个月，但是最高45个月。我有公司甲岗位签，最高能够达到60个月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总共有53间企业工会，现在嘛已经有33间完成了签订的动作。未来将会持续辅导，让台南市会当创造更加好的职场环境。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希望家园。记者柯佳敏市政府采访报道。